大家好，我是名人站 Crystal， 今天我会为大家介绍一下菲力鸡毛的经典 Wallet 按春系列。这个 Wallet 按春的系列呢是由 Ferwa 的经典蝴蝶结所演变而成的。我们会看到它中间有一个好结构的蝴蝶结的设计，打开包包看看内格，上层会看到可以放到七张卡位的，跟住中間有拉鏈，亦都有翻蓋，可以放到手機同埋唔少呢啲收據等等嘅。金色嘅鏈咧最獨特之處，既可以兼咩啦，又可以拆出嚟當一個手包使用。而佢帶一個型號22C940咧，其實設計嘅原理都係一樣嘅。但我哋會見到啦，打開嚟講會比頭先嗰款大更加之多，即係換言之，我哋可以放更加之多嘢。亦都是同一個設計原理啦，帶也都是可以拆出嚟當一個宴會的小包用的，很方便我哋平時夜晚或者會有飲宴啊、出席婚禮啊或者 party 的時候啊，可以當一個迷你的 cash 使用。呢款包包實在太經典了，不知道大家有冇心動呢？心動不如行動，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加我的 WeChat 或者 WhatsApp， 以了解更加多的產品資訊和詳情。大家如果覺得呢條片唔錯嘅話，可以幫我點個讚或者轉發俾更加多嘅朋友見到啊！多謝曬大家今日寶貴嘅時間，拜拜。